那么现在呢，我要来讲的是宁波话的韵母的第三部分。那么这次会来讲一下入声韵母。那么宁波话保留这个入声的韵尾，那宁波话的入声韵尾是发音短促而带有喉塞音韵的一个韵尾。那么在发音结束的时候，喉咙会紧一下。这个 I 就是国境标这个标志，就是问号去掉一点的，类似于这个标志。类似发音就是像阿拉伯语中的这个 Hamza。它这个发音就是非常类似于这个，宁波话入声，那么首先来看一下啊，就呀哇，这几个音就是这三个啊呀哇这三个韵母的这个就是入声。那么它发音就是比较短促，发音结束时需要收紧一下喉咙。那么新麦口音中的这个呀，这并入韵尾一。那么举下例子啊，例子就是，ma 那么一呀，这个音的话，它这个是那么哇，这个音有这样几个字，挂。哇，那么发音类似于这个韵母 o 和 u 这样的一个入声呢，是有 o 和 u，也是比这个原本的这个韵母更短促，发音需要收紧一下喉咙。那么例子呢，za sa za那么哟这个音呢，这里有两个例子，那还有耶这个音。就来举一下例子吧，就那么这个 IUQ 它表示的一个。韵母，它是相当于把 i u n 这个这个鼻音韵尾去掉，然后替换成喉塞的韵尾，就变成了 yeah 这个发音。在一部分人口音里，这个读音类似普通话约，但是这个更短促，发音时候需要收紧一下喉咙。那么新派口音一部分是并入到韵母约里面。那比如说，那么接下来呢是这个韵母 YUQ，它表示就是 YUN 这个约这个韵母把这个韵尾去掉，这个替换成喉塞音的这个韵尾，就得到韵母的这个哟的发音，这个新派口音中，它并入了韵母的那么它这个韵母相当于是哟这个音节和要注意这个哟音节和这个韵母这两个是有区别的比如说这里几个例子啊，就是
嗦嗦。那么好了，那这个入声韵母就讲到这里，那么下次再见了，这位。